庆祝青年节，文化处和青年文化观察团邀请大家28号可以参加山海铁道鲤鱼山创意走去比一比的活动，比装扮，比创意，还有奖金可以拿，用不一样的方式和大家来共同欢度青年节，也欢迎大家赶快来报名。青年节快到喽，展现我们青年的热力。我们328早上9点，我们希望亲子共同还有年轻人一起来创意装扮比赛。山海铁道鲤鱼山创意走去比一比活动将于3月28号上午8点到11点举办，将从山海铁道到鲤鱼山进行创意健走，比装扮，比创意，还有奖金可以拿。走一小段路，爬上鲤鱼山下来。在台东之眼有3个专业的评审，评出第一名有2000块奖金哦，接着1500、1000还有普奖哦，希望大家踊跃报名参加我们328的创意装扮登鲤鱼山的活动。评比将分成亲子组以及一般民众组，创意健走不分男女老幼，希望大伙动动脑发挥创意一起来参加，没有任何年龄的限制，就是秀你的创意，秀你的亲子，秀你的亲情，然后秀你年轻人的活力都可以。文化处和青年文化观察团共同举办这次的活动，希望可以借由青年节串联鲤鱼山健走，活络台东人印象中的鲤鱼山风华。欢迎想秀敢秀的民众报名表赶快填下去啦！记者陈彦如，台东市报道。